编辑哦，这个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是这个，恐怕是全球重量级的画家在这里办这个展览。今天要笑开一点，因为画家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心中的美能够呈现出来，最重要的是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共展出了我们有这个45件的一个这个作品哦，从水墨山林云海画作中，那让大家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个实力跟功力啦。好，那摄影记者哎，可以赶快抓住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一次的那个展期哈，就是在3月30到4月18号，那希望说爱好一些那个艺术界的好朋友，能够大家来我们彰化美术馆展览哈，这边能够来跟我指导哦，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对，我今天的那个作品大概有52幅，那我的都以山水为主，那山水之中我的叫不是很古朴的。比较现代感一点，我还加上一些的泼墨的一个做法，呈现出来比较又像抽象化，又像现代感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给大家，这样对。我3月30到4月18号这边呢，我一大长期都会在这个地方，若是有喜好我的作品的话，大家可以过来参观一下，指导一下。那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大家来分享，这样子。